马来福音第九章三十二节，因出去的时候，拄着有人带一个乞丐，看到鬼要来就问耶稣，鬼已经赶出，乞丐就讲话，这些证人拢奇怪讲，伊说得中，未捌看见安尼，第三十四节，那是法利赛人讲，伊我靠鬼王来赶鬼，三十五节。耶稣骗行，才会成，才会向下。伫因的会堂教世人，传天国的福音，医好各项的症头，各项的病痛。第三十六节，伊看见即个证人，就可怜伊，因为因困苦四散，亲像牛无牧者。第三十七节，对安尼就甲伊也宣告。偷修通修行的是多，做工是少。第三八十，所以恁要求恩主，别讲去甲伊修行。另外一位的圣经是第二十八章，还有二十九节甲二十节。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第十九节，所以恁要去招万百姓来做学生，甲伊行洗礼，互因归入父。敬圣神的名，二十载，既然我所变成恁的，假是恁受，假是恁受，搁我伫你甲恁一个到世界落尾，愿主祝咱所读伊的话，搁去听的人，就是咱无论。